大家好呀，我是妍妍，今天来大棚里面来了，这会儿来给他们浇浇水，太干了，因为不是要整理多肉嘛，怕拿着有水，所以说就特别干。待会儿还要去浇那个大棚的地租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大棚一年的地租有多少钱哈。待会儿先来看我浇水，把水龙头打开，这太干了。对，心中的不浇水不得行。干嘛？虽然今天夏天湿了很多，但是活下来的都很好。你看，像这个粉奶鸟好漂亮。你看，像现在呢，都是这种深深的了。能活下来的都是王者，今年子。哎，我妈今天还弄了这么多嘞。兔子下包包了，要给它吃饱了。它不吃饱的话，他们说的要去吃小兔子，有这么多，可能又要吃两天了。我妈还掐了一把尖尖，花都长出来了，这花。等会去看看小兔子有没有回来过的痕迹，每天都来看，希望它自己回来。要吃两天，我明天要去开家长会，明天就不回来了。他那两天跑出去，眼睛发炎了。我前一天问他带眼药水，眼药水带回来，他们眼睛又好了。超级喜欢吃这个。他们好多都说小兔兔不喝水，他吃干粮的兔子就要喝水，吃草草呀、吃蔬菜呀那些的那个兔子就可以不喝水。你看这红砖里面后面新种的那些布丁才漂亮。我姐这会儿去后面给我看兔子，爷爷说他那天忙完了，他过来去给我找兔子，他说。这是个，撑个撑个的个。这个红的是那个。也泡菜坛子。混盐坛子。嗯。渐渐拿这点下去，好拌凉菜。你们喜欢吃吧？你屁股后面这一大大。我给他翻了撒成那个苜蓿，就是专门为兔子这个草种。他们说一撒进去都可以用十年，每年光去割都行了，割那个草。嗯，就是。还没开花，之前秋天要开花嘞。嗯。